老公，我指甲裂了，你能帮我剥一个橘子吗？外剥就别吃，一天到晚的就知道使唤人。儿子啊，甜不甜？妈也要一个啊。更无语的还在后面。妈，你进我们房间怎么不敲门啊？我在自己家敲什么门呢？去去，你去客厅，我要和我儿子睡。什么？你要不同意啊？那今晚我就睡你们俩中间。妈，今天晚上同学聚会，我们就不带他吃晚饭了啊。哎，那他去干嘛呀？带去给我同学看看呀。他有什么好看的呀？一副土里土气的样子。要不妈打扮打扮，跟你一起去。妈，你是我妈，不是我老婆。有些事儿只有老婆能做。